的妈妈，就是我现在我们在路上，然后特别特别堵车，然后今天也是第一天开始工作，开工了，耶耶耶耶。为了宣传我们的演唱会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因为是第一天开始工作。什么感受啊？什么感受就很热情，就希望会被更多的人知道，然后也希望更多的人会来参加这演唱会。今天看到粉丝们觉得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就觉得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开心。很开心哈！今天美丽姐有加油。